那个里是啥呀？最边上的。金边。其实就是不想给我吃，就拿那么一点点，我能咬着吗？是吧？这个东亚哥俩就在这儿呢。东亚哥俩，一个是中国的，一个是韩国的，就哥俩 PK。这是北京的煎饼果子。你吃哪种？鸡肉的。那个呢？大的，这是鸭肉。不要鸭，不爱吃。鸡肉、鸭肉，这个是菜的，这是北京的。我们北京的里边只有薄脆、啊。那对啊，只有薄脆，那你就要个鸡肉的呗，知道吗？那个里是啥呀？最边上的。金边。没有，不知道。应该是肉的，啥肉的不知道。beef 牛肉的还有，北京的。来个鸡肉的吧。来个鸡肉的呗。我来个鸡肉的。鸡肉的。鸡肉。多少钱？可以刷卡吗？啊，能刷卡就行。我们没有现金。这个是样式。先把钱给你，这里啊，放这儿行吗？过去了，嗯，过来。你哪里过来吧？我们沈阳。过来玩吧，玩。我们现在在塞尔维亚呢，哈，从塞尔维亚过来。来玩几天？我们行程是一个月。一个月啊？你这自驾吧？对，自驾。完事儿。69。这单位消费真是高啊！这中国朋友要过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消，是吧？我们瑞士去过啊。瑞士没有这么高。没有这么高。没有这么高，都这么传说。但是我们去瑞士，感觉没有那么，对，没有那么贵。还有得涨的，嗯。鸭肉的价格已经是这边肉价也贵，什么都贵。什么都贵，你看，什么都贵。这个北欧啊，真是啊，丹麦就是啥都贵。啊。咱家是韩式的，不吃了。我们一会儿去餐厅吃吧。挺好吃吗？挺好吃是吧？嗯，尝尝。好吃就行。嗯，咬啊！这工艺行啊，小饼老薄老薄的了。其实这味儿真挺好，挺好吃。应该是好多年也没吃了，是吧？薄脆，这不好咬啊。一个鸡蛋饼69，啊，贵不贵？基本上是和人民币是1:1啊。嗯。老板说，为啥涨价？他也涨价。因为这面确实挺贵，这面就是肉啥都挺贵，肉不都是100多一公斤，有的是70-80一公斤，是吧？食材也比较少。趁热就吃。我没法吃，你先忙，你先吃吧。不，你先吃吧，我不吃了。其实就是不想给我吃，就拿那么一点点，我能咬着吗？是吗？不吃了，一会儿吃拌饭。我喜欢吃韩国料理。鸡蛋饼是吃完了，这个饼啊。哎呀，咋说呢？其实就是一个蒜蓉酱，啊，也没啥东西。这边消费实在是挺高，两片薄脆，两片薄脆，一小把大头菜，对，然后几块那个鸡肉，连鸡蛋都不是一个。